主料：蒸煮蚝250克，木薯粉50克，加鸡蛋3个。辅料：青蒜、葱姜蒜等1/2勺，胡椒粉1/2勺，盐1勺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蚝料用水轻轻冲干净，鸡蛋适可打散待用，青蒜切成细粒，木薯粉备好。木薯粉加入少量水调成粉浆，然后把蚝肉、蛋液、青蒜倒入粉浆中，加入葱姜蒜粉、胡椒粉、盐适量，搅拌均匀，静待半小时。煎锅下油烧热，把蚝浆用勺子勺入煎锅内，慢火煎至金黄色，翻其另一面煎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青蒜能去除蚝仔的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